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寻宿觅虫之宝捕捉骑士马拉尼捉虫活动元神 5.1 活动攻略。捉虫活动第四天，最好是带个卡奇娜，因为试用给的是马拉尼，攻击频率比较低。依旧是先去打果子，给 T 技能充能。然后等虫子跑到石碑旁边，再用 T 技能捆住，然后卡奇娜朝阿影就开始普攻砸地。虫子飞起来之后，再用一次 T 技能，虫子跑掉之后，根据任务追踪去追。嗨嗨，这次果子在水上，可以用马拉尼一技能渡河。虫子血不多了，充能一次 T 技能就够了。我去，卡奇娜召唤物跑水里了，只能用马拉尼打了。收工，求个点赞呀。